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能够对我们的脚部进行按摩锻炼和养护。我们双腿并拢，采取端坐位，两个脚掌内侧也这样并拢，然后双脚往外打开，再快速的内合，让我们两个脚掌的内侧形成一次撞击，每次可以这样撞击100下，直到我们感觉双脚部位有一个酥酥麻麻的感觉，是比较舒服的。通过这样的震动，也可以刺激我们脚底的一些穴位，